依山傍水的彰化，除了南北各有浊水溪及乌溪围绕，更紧依偎着八卦山脉，而山下的人们每天正努力地编织它与彰化的故事。欢迎收看《关山下的风华》，我是林浩。大家可能对于表演，大概可能是觉得说啊，演出者在台上啊，观众在台下，会有一个台上台下这样子的距离。但是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来自彰化的这个声舞团，他们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打破这样子台上台下的框架，然后拉近彼此的距离。让我们欢迎声舞团的团长吴思伟。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声舞团团长，我是思伟。刚我讲到，就是你喜欢打破这样子的框架，然后大家好像说这个叫做环境剧场，是吗？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怎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事情？我前几年回来台湾，然后我发现其实台湾人对于看演出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距离，然后他们觉得表演艺术是一个很远的东西，所以我就希望能缩短他们这个距离。那我们就从生活开始，因为生活跟艺术本来就是在一起的，他们就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作品是在我们平常生活的地方，是否这件事情会让大家对于表演这个框架会打破？对，所以我就在彰化的各个不同的角落，然后做属于那个角落的创地限定制作。对，限定制作。对，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你之前有在像彰化市的农会谷仓，对，还有南郭郡守官社有这样子的演出。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你从德国留学回来，那在那边欧洲一定有很多关于那边的这个气氛，那回到彰化，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气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有，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对啊，我是说大家对于这个艺术的感觉感受度。其实我觉得，因为欧洲对于做表演艺术这件事情，或者做艺术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在他们生活里面了，就是很随意的在街上，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人会，比如说涂鸦就是一个街头的艺术，然后或者是跳舞，或者是唱歌。那比如说有人坐在外面，就是夏天喝东西的时候，就会有人唱歌啊，开始跳起舞来啊什么，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很普通的事情。那台湾其实这件事情是一直有在发生的，只是慢慢的。对，听起来是很像是有很多的街头艺术家，然后我们可能走在路上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就碰到他们。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那边的社会是在这方面是比较 open 的，大家对于艺术这件事情是比较没有负担的。那在台湾其实我们有一种对艺术的距离感。好像是，就是我们好像我们有那个 label， 好像不要进去看，我们真卡怂这样子。对，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自我的认定。对，可是其实完全不是。艺术跟你去吃一碗面是一样的意思，就跟生活很密切结合的东西。是的。好，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个片段好不好？就是这个是我们在2021年声舞团在议会的演出，叫做《一杯众人的咖啡》。是，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好。Thank you.
好，我们刚刚看完了这样子的影片，我自己是觉得我们那时候看完这个影片是很震撼，因为最后你的那个无声的大喊好像喊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大家心里都有一些想要说的话。那我们先来谈一下一杯众人的咖啡到底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其实我那时候是很想要做一个制作，是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是有关沟通，是有关说话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跟我制作人去过了很多不同的场域，可是都没有找到一个我觉得这么适合的地方。最后我有一天突然想到议会，因为我突然想到我们以前久一点之前的时候，是在人跟人之间这个社会的制度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之前，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空间里面做这件事情。那早期在希腊地方，他们就是有那样子的空间，他们有上面跟下面这样子对流，然后就想啊，那可能是否是议会的地方。所以我就跟我们制作人说议会，然后他也同意了这件事情。是，对，所以我们就想到，那如果我们进议会，就很简单的在里面做他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完全完美的选择。你说里面本来就在做的事情是吵架是吗？是对话，是对话，对话、沟通、讨论、决议。所以你们用舞蹈的方式呈现。是。那当初在建议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想应该不是很简单吧？其实这都是大家的既定印象。对啊，一定是的啊。对，其实对我来说，它比我们想象中的来的直接。我用直接来形容，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决定要借这个彰化县议会，所以我们先准备了我们觉得为什么适合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场域可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写了企划书。对，然后我们直接打电话到议长的秘书室，想要跟议长约这个时间跟就是所有的细项。最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秘书长跟我们就是见了这个面，我们把企划书也之前都给他们了。是是是，可是议会非常的支持，很支持，绝对的。对，因为他们也想要做点什么，也想要为在地做点什么。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因为其实，在欧洲，我先说这样好了，在欧洲 ，open house 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很多人 open house 市公所，很多人也有 open house 过法院。对对。把不同的表演艺术放进去这样的空间，所以那个空间不是这么单一的只做一件事情。对。然后县议会也是一个其实一般人不能够随意的进入的地方。对，平常不可能进去。对，那如果县议会在他休会期的时候利用表演艺术的这个一个作品的方式，让大家可以进去看平常这些议员跟长官们在那边如何讨论事情的那个地方，进去参观一下，去理解一下这个氛围。我觉得是对我们来说，对一般的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对那边的印象，对那边的的连结也会不一样。再加上彰化县议会在几年前他们盖新会馆的时候就把围墙就打掉了。议长说那个时候他们打掉围墙就是希望跟民众的距离拉近。对，听起来感觉我们的议会好像是真的很想要拉近跟彼此的距离，因为我知道议长的 slogan 好像也是跟民众站在一起，他的 slogan 好像是这样子。对对对。那我们刚刚在影片当中其实也有看到，就是有很多的民众坐在议员席的部分，那表演者也都走到议员席的走道上面去做表演。那我想要听听看，那时候你们接收到民众对于你们这个表演的回馈是什么？哇，其实我们得到很多，其实很棒的回馈。是当然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们当然做了一些场布。对对，然后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都有做的场布，我们也跟在地的几间咖啡厅合作，在外面弄了像摊贩这样的然后也布置了一些桌椅，这样我们希望大家来看演出不是很
匆忙的来，然后匆忙的走，在来之前先在议会的大厅先喝杯咖啡，是先坐在那边跟你旁边的人聊聊天。所以一开始没有就直接进到议事厅，是先在外面。其实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有一点在外面有音乐、有咖啡、有灯光，让大家在那边看，在那边休息，然后再走进去这个场域。那其实很多观众都告诉我们，哇，那个前面的那个沉淀，让进去的那个味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准备吗？或者是心理的？因为我们其实一般时间，我们经过了一整天。到晚上7:30你要接受一个演出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就像我们品酒的时候，是不是中间要喝点水，对，洗一下，对，就是 cool down， 对，让人可以完全的来，就是专心的接受整个表演。对，然后因为这样子的铺陈跟这样子的设备，很多人对于公部门的场域一直觉得它是很生硬的，一直觉得它是很冷漠，很线条很尖锐的。可是好多人都告诉我们，哇，原来议会的样子是可以这么温馨、这么温暖的。这的确也是，因为平常人真的很少能够进入到议会，甚至到议事厅里面，所以有这样子，可能一步一步的，先在外面喝个咖啡，吃一个茶点，准备一下进到整个议事厅里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很震撼的感受。那刚刚其实有提到说思维从德国留学回来，那在德国也在舞团里面有一些表演，那也是比较长的时间。那我想要知道说德国应该相对于彰化或是台湾来讲是比较对于艺术的敏锐度或者是说敏感度比较强的一个地方，那在那边发展可能会有比较有东西，但是怎么会选择回来台湾，甚至是选择彰化？我是彰化人，我在彰化出生，我在彰化生长到13岁。对，为什么回来？我一开始回来的时候，大家都问我这种问题：你为什么回来？对啊，你在那边薪水很好啊，是就是对啊，怎么会像公务员办公上班下下班？你觉得你疯了吗？是，可是回家，我不知道回家是需要理由的。回家是不需要理由，但是因为人家会觉得说你在德国很好，怎么会回来相对比较对于艺术环境比较不那么友善的地方，所以才要回来。因为我们自己的家怎么会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人帮我们生长到某一个支持我们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看了这么多的世界，看了这么多好玩的东西，怎么可以不回来分享？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回家，然后我想要把我看的、我觉得有趣的、我觉得很值得一次一定要拥有过的感受，带给我的家人或我喜欢的人，就这么简单。然后回来彰化，因为很多人都也问我说，为什么我不去台北或什么什么什么？我对台北就像是我对纽约一样是没有感受的，我对那边是没有情感的，可是我对彰化是有情感的。我对这个土地或这个这么 chill 的氛围是有情感的啊，我当然是回来这里。对我来说，这是不需要什么太大的理由。听起来是非常爱彰化的一个有为青年。也没有，可是他就是对我来说是。也不是爱彰化，就是这就是我生长的土地，这没有爱或不爱啊，就是自我认同的感觉啊。对啊，对我来说是很简单，就像你喜不喜欢回家？大家应该都喜欢回家吧？对啊，回家多舒服，躺着、啊、看电视，吹冷气，大家都觉得说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嘛？对嘛？对啊，就是那个舒服感啊。对，所以彰化。对你来讲就是家的感觉，是，然后你想要让家人们也感受到你在外面曾经感受的美好。是，不止就家人，还有我喜欢的朋友，我的表姐们，或者是您，或者是杨，这是我喜欢的人啊。对啊，因为在我之前我其实没有听过有关于环境剧场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一个剧院能够走出
可能演艺厅或者是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舞台，能够跟民众来做接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对，是，已经现在已经很这几年已经非常多人在做这件事情了。对，这两年彰化的我们文化局办的彰化艺术节，对，也都有一个单元叫做实验剧场。嗯，他希望在彰化的不同角落做限定创作，属于比如说像我做彰化县议会，属于彰化县议会的作品。对，农业谷仓属于农会谷仓的限定作品。哦，这些场域可能大家也没有机会去看到，或者是不会特别去那边啦。那如果是去那边看表演，大家可能会比较愿意去。对啊，像我们做前年做南郭郡守的妖兽浪漫，对，其实它就是在市中心的南郭路旁边而已。对，可是大家都会经过它，大家可能觉得那边是 一片可能就是老房子，老房子。 对，可是当它被整理过的时候，没想到我们台湾的街道走起来可以是这种氛围感。哦，所以你们在坐那边的时候，大家是坐在椅子上吗？还是大家怎么样看表演？它是一个走动式的环境剧场，就像是你去一个 Disneyland。 哦，随时随地都会发生任何的表演。对，它其实有一条主线，可是我们在旁边做了很多的装置艺术，我们做了很多的灯，我们把表演者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凑起来。嗯嗯嗯，所以它的人流是完全流动的，然后我们把环境也整理了，我们在马路上铺了很大的地毯，所以大家是可以坐着的。哇哦，听起来真的是妖兽浪漫的。对啊，其实做完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哇哦，原来彰化是可以这么浪漫的。然后再加上天气很好，很凉很舒服，然后有月亮，对，然后在市中心里面的小花园的感觉。哇塞，很有画面。OK， 那其实做了这么多，我相信一定有生舞团想要达到的事情。那我想要知道生舞团对于未来有没有一些规划或者是一些想象，想要做到什么事情？有，曾经有评审问过我，所以生舞团的未来走向跟目标，未来规划。然后我就说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对，那评审就会打分数。对，然后我就说，因为当我有一个目标的话，我只有 one way go。 嗯，可是生舞团应该是属于一个非常有无限可能性的一个舞团，它可以做非常多的事，对，它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为什么要帮他设定一个目标？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嗯，我们时代一直在变，我们每一天都在改变。我如果现在还在这种疫情的期间还做同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没有 sense 的事。是，所以你一直在想一些新的事情吗？我们最近在想，我最近在想，我们舞团最近在休团，对，休息。可是我脑袋一直在转，因为我在想彰化现在需要什么，用我的表演艺术给予讯息，给予什么东西。可是彰化现在需要什么？你这样会让等待你的观众很辛苦。哎，对啊，大家很支持你。可是很多人在做，不是只有我啊。是，所以 It's OK 对，大家期待的是好作品，不是期待思维是吗？我希望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不管是谁做，只要是好的东西，我觉得都很好。不一定要是生舞团，不一定要是我，对啊。其实我从你身上看到一个不受框架束缚的一个人，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必须得取舍的事情，就是外在的事情，然后应该要用。我觉得艺术这件事情是不应该被这些束缚的，这些是艺术这件事情应该是天马行空，应该是随着时代有些不一样的感觉。你就是不想要被束缚，对不对？束缚，我不知道怎么被束缚。这样说是不是有点？我觉得很羡慕哎，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环境之下，都不得不向这些可能框架低头。
对不对？我觉得这是自己的选择，自己的选择。在我的观念里面，或在我的成长背景里面，这都是自己的选择。当我早上7点要去学校上课，可是我选择把闹钟按掉 ，yes， 睡过头，这是我该负起的责任，这是我的选择。对，那我去学校，我害怕，我紧张，老师骂我，这就是我要受的，我的 consequence 就是这样。你从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所有的事情都跟跳舞有关系，包括从平和国小舞蹈班一直到大学，都跟舞蹈有关系。那么，我想要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舞蹈到底教会了你什么事情？你觉得它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舞蹈教会我什么事情？对，比较空泛的问题。我是跟舞蹈一起成长的，我从2岁就跳舞，我3岁就上台。对，所以在我有意识或者是意识 ，no， 在我有记忆以来，我没有不跳舞的。对。我没有选择它。那我换个方式问好了，它就像我每天刷牙洗脸。是是是，我换个方式问好了，有没有发现你跳舞这么多年以来，你跟别人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觉得跳舞让我很清楚知道我嗨，我站在我的脚上。嗯，站在我的脚上。实质上，当然我站在我的脚上跳舞。对。心理层面上。因为要跳舞的人要读科班，你知道科班的训练过程有多可怕？我们高中3年，我拿高中来讲，高中3年，早上7点进学校，晚上10点之前是不会离开学校的。在要演出之前做任何的训练，可能有时候到半夜都还有。你要负责东西非常多，你要负责你每一个头饰，你要负责你的每一件衣服，你要负责地板。如何铺地板，然后当你很累的时候，你要如何你要搬那个地垫，然后怎么样把它铺得刚刚好，让你跳舞的时候不会受伤。你要负责你自己的身体，你要自律，你要节食，你要控制自己的身材，然后你发现你的肌力不够的时候，你要自己练，因为没有人会等你练。对，你有自律，你有思考，你有很多的挑战，然后你会很挫折，你会很讨厌，可是你要不要放弃？你一直在做这个决定，这跟我们过生活是完全一样，完全明白了。所以我跟他是完全是在跟我的生活跟我的舞蹈是完全一起在生长的。是，其实就是做自己，对，真的是做自己。好，是啊，我觉得今天听完了关于生舞团或者是思维的故事，其实都让人家觉得跳舞这件事情，或者是做环境剧场这件事情，好像是有这么多让人家向往的地方。好，我觉得今天我很开心啦，对啊，很开心，就是可以邀请到思维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有关于环境剧场的事情。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呢，如果对生舞团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想要讨论的事情，都可以到 Facebook 上面去找他们询问。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关一下了风华，我们下次再见。